初的发想呢，只是很单纯的想说，那我们来做跟观众互动的音乐会，让观众也可以变为主角。这场音乐会的特色就是你们可以遥控音乐家，每一个环节包括影像制作、音响的呈现都是非常有国际水准的制作。另外我要先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特别讲一下，是有关于我们嘉义场呢，因为它的外围是在整建状态当中，我们想要把所有的来宾当成是贵宾，所以我们会特别铺设红地毯，让观众跟演奏者可以像贵宾似的走红地毯进入到音乐厅来领赏。在嘉义场，我们为了照顾视障的朋友，特别设立了导盲犬专区。那台中、桃园有需要的话，请跟我接洽。欢迎各位朋友来现场，跟我们一起古典新连线。